原标题：抗美援朝中，女兵给垂危伤员做人工呼吸，伤员救活了，他却昏迷了在抗美援朝中。志愿军战地医院有上百个，活跃着四五万女战士，他们日日夜夜，不眠不休，付出了比男战士们更加多的血汗。1950年冬，气候异常寒冷，在东线长津湖歼灭战的时候，志愿军司令部后勤部的全体同志为了保证部队作战不分男女和身体强弱，都积极参加抢运粮食的工作。尤其是女同志要爬到海拔1900多米2-30里远的雪寒岭和死鹰岭的西面和北面背粮，运到岭的东面和南面再转给部队，真是艰苦极了。由于任务紧迫，每个女兵也要背上30多斤，在零下30多度的寒风里，还没爬到山岭，衣服就已经被汗水湿透了，头上冒着热气，眼眸上挂着白霜，口渴就顺手抓一把雪塞进嘴里，再继续向上爬。每向上爬步都要付出很大的力气，没有坚强的毅力和决心是不可想象的。他们爬到山顶后，下山的岭坡更陡，有两个最陡的地方简直看一眼都吓人，别说走下去。但这些女同志并没向困难低头，不怕危险，不顾一切把粮食绑在身上，一个一个的倒在山岭上往下溜，溜到不能再溜的地方就往下爬，不能爬的地方就滚，衣服被树枝石头刮烂了，皮肉刺破了，流着血，血水沾上后像针扎一样痛，可是水也不顾这些，强忍着痛，直到完成任务。在医院里的女兵们更加辛苦艰难，在医院里没有柴烧，这些女兵夜间工作，白天上山，边防空边打柴，保证伤员喝上开水，住上暖房。前方医院的设备缺乏，他们捡来美军的饭盒、水壶，解决伤员无大小便器的困难。医院里炊事人员缺少，一个因冻伤脚不能走路的护士和当地两个朝鲜小姑娘负责做330多人的饭来，每天只能休息3-4个小时，可从没有说过一个累字。一次前线下来的伤员较多，医院里担架缺乏，他就去背。某医院一位女护士叫冬姐，一天接收了一名因两脚冻伤而失去知觉的伤员，这时需要把伤员的脚放在冷水里缓一缓，他提一桶冷水把伤员的脚放进去，用手给他按摩，等伤员缓过来有了知觉的时候，他的手指也冻麻木了。他还把冻伤脚的伤员的两只脚揣在自己的怀里暖一暖，直到伤员感觉到脚伤有了知觉为止。这些女兵由于日夜坚持工作过度疲劳，有很多人在工作中突然休克，醒过来又继续工作。某医院一位女护士刘承德给一名垂危的伤员做了1个多小时的人工呼吸，这位重伤员得救好转的时候，他自己却昏过去了，2个多小时后才醒过来。有时为了抢救伤员，他们还得为重伤员输血，有的一个人一个月输血一次，在非常艰苦的条件下，他们就是这样夜以继日的工作着，战斗着。对于他们，彭德怀疑似深情地说，这些女战士他们出身贫寒，也有的是大家闺秀，为了抗美援朝，他们抛弃脂粉、红装、香水，穿上军衣，毅然奔赴前线。尸体下不到，炮弹、炸弹、枪弹赶不走，是多么勇敢的女战士！祖国有这样的好女儿而感到骄傲。当然，他们都不是天生的这么勇敢顽强，人总有一个成长的过程。返回搜狐，查看更多责任编辑。